主持人哪里？主持人呢？达达，啊达达嘞，啊啊叫人是不是？啊人叫人是不是？哇好是不是？按那个主持人，来啊，看我刘姐，小美女家，都来了吗？大蛇都来了吗？啊，还有奖品？没有了。哦，好。活体不是活体，这是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活体反而比较。啊，你的大蛇没有下去啊？这么大一条。有这么大一条，我怕我拿去大家都打败了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嗯，一真善良，一真善良。哇，哎，达达，哎，这怎么比？长度要怎么比？把它拉出来啊！拉直，拉直，四组找人把它拉直啊，好不好？你是新牛多只啊？啊！你是牛哥，做会量小的专业，我们排一排啦，我们要 排，我要排直的，排直的来量。四组全把你。来，我们往后，我们往后退好不好？然后只有单一个四组，来后退，很有帮助。后退，后退，后退。好吧，那四组我们排成一列，然后再加上再拉起来。长度有我的，太困难了。要四组来，我后退哈。我们四组往那边站一排，然后加上四组的长度哦。来，快点哈。啊！我现在蛇卷在一起了。来，哦，来来来。来，哎，那个四组站在后面，站在一边。来，站一排，快点，站一排。啊，你想干什么？他作弊呀！我想，第一眼一看就知道大小了吧？小的先淘汰掉，小的先就是小的先小的不是、啊、小的就是小奖品啦、啊。我们先看大只的来比大小，就不用全部都比，就不要摆出来了。门龙摆啊，没有哈。啊，当然了。找前三只大只的留下来比长度。阿进。你的第一关怎么？谁给的？我来告诉你啊。我干嘛这样啊？几架？一二三呐、啊！几架？哦，哎，剩下架老板。好，啊，其他的来，我们领个奖品。领个奖品来。来，领个奖品。后面四只啊，来，小朋友来，来，辛苦了。来，这两只，辛苦各位新年哈、哦，带蛇过来，辛苦了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好，来啊！刚刚那个留下大只在比，这三只啊，这三只留下来不再比，啊，哎，对，先拿走，这是有没有？这是没有了，这是没有了，好。好，感谢各位巨蛇的饲主哈、哦，辛苦了。这三只饲主，来再比一下哈、哦，这是我们巨蛇在拉，这是再往后推一点哦，再往后推一点哈、哦，来，这只。应该是这只哦，应该是这只哦。来啊，右姐好，来。这啊这歪起啊，这头歪起啊，这头歪起啊。这头歪起啊。哎呀，这是第一名的哈。第一名，然后第二名。第二名这只哦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来，第一名。啊，第二名这只，这是第一名这只，第一名的，对，来，第一名的，还有，还有，来帽子，啊，谢谢，对，然后谢谢，来第二名，来第二名四组，第二名，还是，哎，你看那豪哥嘞。中奖品。有奖征答做几条？没啊，不是没有奖征答，我啦。第三名。啊，其他的不是这参加奖还有没有？没有。再分给其他三位。第三名。这把分光就对了，好了哈。好，谢谢。这是感动。我们在上。好，上。我们在上。啊，不是，古外肯定去，古外肯定去。哎，开始。这个东西哦，在这里。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还想说没有。哎，
那个青苔很贵哦。我想说，那个青苔很贵哦。我刚才打开的时候，懂没有东西。不想说奇怪了。好吧，送我水来吧。青苔很贵，乌龟比较便宜。这什么龟啊？屋顶龟嘛。你以为周杰伦啊？带回家。然后停下回来。奶油啊，不知道哎。你是第几名的？第一名。哦，第一名好。其实我也不懂，第一名的蛇比较好啊，第二名是普球啊，第一名的蛇比较好，不知道什么球，蛋彩啊，蛋彩是不是？我不知道。你起说，你猛放下面蛇，他不敢换啊，你别管掉。蛋彩，奶油啊，单纯的奶油。嗯，小朋友，来看看，应该是。来，第几名？我送你。看看啊，谢谢。你看看来。来，裤子脱下来。有几吗？哎呦，没有摘啊，没钱又摘。不过我不想拍了，我讲遗珠威啊。哪里遗珠威？拜！恭喜！哦，好壮。你要怎么？查贼了。高利要宰高利。查贼啊！今年是奖状的，今年是奖状。对，因为捐蛇的捐两只的，一只很好的，一只是普通的。啊，希望两位哈。今天多生一点啊，多捐一点哈，那个啊，那个蛋彩哈，啊，那个奶油哈，加油点，明年靠你再生出来，捐出来，谢谢。我爱跟进发面店，啊，进菜，我已经中几只啊，没中几只了。这个不会死掉，有啊，拿回家养。我懂不懂？你懂啊？他怎么会照顾他？哎，也啊。这个冠军啊，明年再挂一个牌有无？蟒王，好，明年再挂一个牌。小朋友摸尾巴就好，比较安全。好，在头这边，不要在这边比较好。我去摸尾巴比较安全。摸后面的尾巴就不会有事，最安全就是摸尾巴，啊！哎，有没有拍照？要回家了。要回家喽！有没有拍照？嗯。有没有拍照？没有，要回家喽。好。好可以啊，可以拍啊。没有，那边他蛇。可以背起来拍哟。你要用蛇可以吗？快录一下，好不好？各位好朋友，今年的活动就接近尾声。然后麻烦各位呢，要继续留下来跟大家聊天。哎，打，请各位帮忙一下，地上有垃圾的有没有哈？帮忙集中。各位帮忙一下好不好？集中到中间那里。集中就可以了，你可以集中到饮料那边。饮料那边，小布摊那边。好，谢谢。辛苦了。下次吃饭。好，各位帮忙一下好不好？随手把身边的垃圾捡。麻烦一下哈，谢谢你。先集中到那个饮料店，拿饮料的地方。我们饮料是各个厂商捐出来的，免费的，所以说地上的垃圾什么的哈，也请帮忙一下，要不然我们明年跟厂商在邀这些饮料的时候就不好意思了。哎，不要紧，我听着好，我听着算了。这熊老啦，干叫不来了，妈了，最老的了啊！他不是爬界的，不好意思，我倒了，那是玉界的吧？倒了，玉界也倒了，玉界还在，这是谁？是直播了，那时候是直播，直播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是假的，我们不急，他直播，你这嘴巴是不是有个奶油在上面？一个奶油上面，不要紧，是 iPhone 6而已，打坏没关系。那你老公会赔 iPhone 7给我，会赔 Note 7给我。主要是 Note 7爱用者。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土地公庙哈，庙祝主神的哈，对。我那个鞠躬啊，我的衣服哈，来。你有衣服吗？我订单，我烟油村子好吗？烟油村，我没讲哦。这不就是啊？来帮你。想哦。啊，我那个头太光了。想哦。你在直播？
没有，反拍你而已。反拍你啊？让你反拍。啊！我靠！我白痴。